那我们有请最后一位报告人是张维志老师。那张维志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在读博士，他现在任职于北京黄冈中学的，是黄冈中学的语文教师。那么张维志老师呢是这个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0509文言文专项辅导教材采文编者之一，那么也是 MYP 语言与文学七年级语文教材融合教师用书及学生用书主编，那么教学设计及示范课多次获得教育部课题特等奖、一等奖及北京市特等奖、一等奖等等。那么曾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孔子学院任公派汉语教师3年，也在当地发表论文，也受到了外交部驻曼彻斯特总领馆嘉奖。2017年还获评孔子学院全球优秀汉语教师。那看来我们张老师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汉语教师哈。另外还代表这个以教师领队的身份参与汉考国际汉语教师线上赋能团等等。那么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介绍张老师了。那张老师的报告题目是《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文言文考试命题趋势与剑桥大学在英国汉学传播中的作用分析》，有请张老师。好，谢谢张院长的介绍。然后时间还比较紧。好，对，那个刚才跟各位领导和老师学习了很多，然后我就是把我这两年一个小成果向大家做一个汇报啊。然后呢，那我就开始。然后我今天的题目可能和申报的时候有稍微有点调整啊，就是我们变成了文言文命题趋势与教学思考啊。大概四个内容，就是第一个分析真题，第二个是剑桥大学与汉学传播，第三个是文学观点与命题的关系的探讨，然后第四个是教材实例的分析啊。好，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2019年的时候，那个剑桥大学的国际考试中心，然后他更新了他的新的这个考试大纲，然后他这个考试大纲呢，就是2020、2021和2022年的中文第一语言0509，他最近又更新了一版，然后一直到2025年，他这个格式都没有变啊，就是他在考评中，卷一的阅读、指导式写作与文言文这块儿。它有一个文言文的考试，大概在它整个的85分钟占12分，然后它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描述，就是一篇明代的大概200字左右的一篇较完整的文章。然后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真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它有一些是那个进行了改写的，然后侧重于考核学生的语言及对语言的理解，然后呢，能力主要是两种，第一个是解读明确的信息和态度，第二是解读隐藏的信息和态度，就是 read between the lines 啊。然后这是它的考纲，然后我们梳理了之后，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大概从2020年开始增加文言文到现在，大概一共是考了6次，然后它的编号是这样，它有12、13两个编号，稍微解释一下，因为那个 IGCSE 它是一个全球的考试，所以它把全球划分成了6个考区，然后呢，12号试卷大概是分在4区，然后13号是5区，5区是中国大陆，然后12号是东南亚地区，然后有1到4区是不设0509考试的，就是中文为母语考试的啊，所以我们大概就只能看到这两种啊，然后篇目在这里不说了，作者是这个，我们一会儿后边会提到。然后我直接说结论吧啊，就是，13的试卷选文难度较12的为难一点，然后2020和2021年之间的区别是比较大的，然后20年的12号考卷是游记啊，就是个游盘山记，然后13号，则表示观点与好恶的续拔啊，就是这个尚书别解这归有光的啊，归有光的文章在中国学生里边都比较难懂，一些归有光的文章，像那个项脊轩志也是放在初三讲的啊。然后21年的两篇文章虽然都是宋濂的，但是呢，12号是《秦氏录》，然后还是进行了改写。然后，13号是《东阳马上序》，这其实是宋濂退隐回家以后对鼓励后学的一位，鼓励后学的一个一篇宋序，然后是一个实用文，然后他写了他自己的讲座学习的观点，然后相对来说难懂一点。然后。今年的这个同心说其实是很难的啊，但是西西娱乐说
更多的是这种隐逸文化的对隐逸文化的这个讲解，然后他就是说更多的是隐含信息啊，因为他的这个观点更加含混啊，然后同学说李直的这个还比较直接啊，就是我推崇什么我讨厌什么啊，观点表达比较明确啊。然后呢流派大概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到有公安派，然后浙东四先生，还有心学，王阳明的心学啊，基本上明代比较突出的这个思想流派都有涉及到啊。然后我们看一下题目啊，题目大概都是除了这个由盘山记是11分，然后其他都是12分，然后比例是有区别的哈。我们看对字词的考核一般是比较稳定的，然后细节考核从20年以后降低了啊，对概括能力的要求是提升了，然后对主旨领悟的话，然后12卷的要求是高于13卷，然后因为13卷基本上他把这12分都放在了这个字词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哈，然后我们看一下啊，对词类活用，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13卷的考核要高于12卷，然后在13卷中，我们看到了他提到了这个名词做动词啊，然后这个形容词做动词等等，还有古今意义啊，这个像这个足啊，它是12号考卷只考词的本意，就是这个东南亚地区不往深里挖掘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命题的倾向啊，12号考卷选文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考核对细节有下降，对概括能力则先升后降啊，主旨的把握是上升后稳定哦，对不起啊，然后13号一般来说对隐含考核比一号难啊，然后都比较偏爱明中期以后的作家，尤其是这个擅长小品文的代表作家，然后思想上倾向于讴歌个人自由意志的作品啊，然后就是12区一般来说比较具体，然后13区的就更抽象一点，结构是比较稳定，然后效度是比较好的啊，然后较好的体现了这个不需要事先了解文章内容或上下文信息啊，然后这个是他考纲的要求，就我们命题也应该考虑这一点哈。然后我们简略的说一下剑桥大学与汉学传播啊，那么在英国的汉学研究中啊，剑桥大学始终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哈，第一个就是他培养出了一批有见识的中英文化传播者啊，比如说在传教士时期还有这个剑桥七杰啊，他们家境优渥啊，除了一位杜明礼以外啊，他是那个杜明德的弟弟啊，然后他是我忘了哪个大学，好像是康奈尔大学还是哪儿的，然后都是剑桥的，然后为了传教事业放弃了在英国的优越环境，然后到中国的艰苦地区传教，同时新办了新式的学堂和医院，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医疗和事业发这个教育事业发展，然后第三个时期就主要是魏托马还有这个翟里斯啊，魏托马就发明了这个魏托马拼音法，这个在咱们国际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哈，直到咱们这个汉语拼音方案推广前啊，都是使用的这种魏托马拼音法哈，当然它是有很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但它创始性的意义还是很重要的啊。然后翟思礼呢，其实他主要是在他的思想上哈，他对中国人的这种道德修养比当时的普通的这种英国了解中国人要高得多，然后他尤其是他也谴责了这个英国的鸦片战争啊，对中国这种不正义，还有就是他在这个中国文学史上有他先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然后还翻译了诸子反文前赤壁赋啊红楼梦等章节啊，然后这种非常高深的这种文学作品，非常优美的文学作品啊。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啊，这个剑桥中国文学史是这个很重要的一部理论创建啊，然后其实是在剑桥的中国人写的啊，华裔写的吧，然后后边我们看到他那考试和这个非常呼应啊，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部分吧啊，这个他剑桥文学史把明代文学分成了前中期和晚明文学两大阶段，然后前中期又分成了这三个时期啊，然后他每个时期都介绍了代表作家，比如说第一个时期的主要文体是广阁体，然后作家是宋濂和高启，宋濂的文章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被选入了这个考试考卷中，然后第二段是八股文个性化写作及城市化带来的文人个性解放，主要是以苏州为代表，然后文人是主要是这些苏州四大才子啊，文征明啊，
还有唐伯虎他们啊。然后大义理之争写的贬谪文学及市民文学兴起啊，这个很重要，就是他们研究了中国小说的兴起。我们知道明代的小说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时代问题啊。第四个就是晚明文学，其实这个时候主要就是小品文的大繁盛啊，还有儒学的最后发展，就是新学的发展，包括新学的变体的发展啊。我就直接看第四个吧，好吧。我还有三分钟然后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我们知道就英国人欧洲人研究汉学和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不一样的，视角是不一样，他使用了很多的经济学的视角，比如说他们谈到了英国的他们谈到是明代的商业化印刷事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文学发展，他做了一个比较啊，就同一个时间维度里，欧洲也发明了印刷术，但是呢阻碍欧洲印刷的发展是就是造价，纸的造价特别贵，然后呢咱们中国已经迭代到这种纤维制造的水平了啊，然后所以呢价格低产量高，而且呢就是随着这个印刷工业化，农民土地被兼并后成了手工业者，造成了印刷成本下降提高效率，还有其实就是小品文的丰盛就是很多的职业文人他可以不依附于官府然后自由发展了啊，最后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公安三员啊，是提倡个人主义的这个自由思想家，这个其实尤其是杏林说哈，这个为英语文化圈所认同吧啊。然后还有就是理直啊，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本书对剑桥考试中心的命题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啊。我还有两分钟，快快的做一个我自己的介绍哈，就是这个这是2020年正式出版的书啊，然后呢，精讲多练的教学原则，然后我们有海内外的一些老师参与编写啊，然后这就不说了啊。我们总体来说吧啊，这个对我们中国的这个教学文言文教学还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反馈哈，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回访，然后我们看到理性光辉啊，就是影响力。比较大，然后学生们觉得比较难啊，然后就是文言体系学生不太熟悉，题材接受比较少，然后无法与学生共情，这个在教学中很容易对学生造成畏难情绪，然后下意识对文言文产生回避，另一方面也阻碍他们对文言文主旨进行思考啊，所以恐惧感其实是学生产生抗拒心理的主要原因啊，然后我们应该通过精心设计进行脱敏，然后让他们有成功体验，逐步建立学好文言文的信心啊。我们最后有50秒说一下吧，就是文言文的教学，我觉得是由四个方面组成的，一体四面，一个文章、文言、文学和文化啊。文章就是助人为实啊，妙法偶得；文言是承载形式，它其实是秦汉以来的书面语，最开始是秦汉以前的口语，后来变成书面语。然后文学主要是我们学习的是结构方式、修辞和表现手法。最后文化是隐藏在章句后的人文价值取向啊。那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好啊，谢谢张老师，您给我们带来了，让我们感觉一下子有了文化了。谢谢您的夸奖。好，谢谢。剩下这点时间。